我们知道，在拥有无限可能的年纪，要做一个确定的抉择，这真的很难，因为他们不确定和变得确定的样子，我们都曾见证过。这个国家的科技发展还需要很多很多的我们。在开拓的时代，拥抱一个确定的信仰。科学院重建科学技术大学。你的水平已经可以读大学了，去科大少年班吧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在懵懂的年纪，筑起一份谢谢老师确定的热忱。你听见没？同步辐射。在大学，同步光，在中国，同步光。在陌生的领域，照进一道确定的光芒。量子态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确定性，不观测就无法确定它的状态。老师，怎么样可以参与到量子纠缠的实验？从找到你心中的确定开始。对前沿的学科燃起一份确定的憧憬，这份确定无论远近，无论大小，无论定义，无论何时。是的，寻找这份确定很难，但它的力量足以划破未知，抵达无穷远方。我们的学校如果能够收下一张牌子，那么就请把我们的学校换成最新最美的学校吧。现在它可能是微小的，但总有一天它会足够伟大。我们会和你一起捍卫这份难得的确定。我们衷心地祝福你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未来的学子，以及面临选择的万千学子。无论你在追寻什么，无论你在何处追寻，选择心中所爱，找到那份确定。读好书，来科大。下一个老王会是你吗？